得奖专辑原色演唱杨宗纬，制作李宗盛、马玉芬。好，这个奖呢，我们由李建清来领奖。那这个专辑是原色专辑，李建清今天将带杨宗纬跟李宗盛还有马玉芬来领这个奖项。不是谁来好，那大哥或者是杨宗纬有没有要你讲什么话？其实啊，宗纬跟大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讲，但是宗纬在这张专辑里面付出了很多，他的努力让我们整个团队都很感动。那我觉得我代替宗纬感谢大家对他的这么多年来的支持吧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李建清。